Hello， 腾讯视频迷妹专访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汪俊凯。前段时间，我们小凯用帅告别健身餐的动态，在每天坚持撸铁吃草的日子里，觉得阻碍自己坚持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可能是我在吃的时候，可能别人在吃一些正常的餐，就可能会对我影响有一点。对，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没有经常拿垃圾食品在你旁边诱惑你？其实可能大家都是在正常的用餐，可能只是我的心态有点变化而已。那有没有什么趣事？其实在我吃这种餐食的时候，基本上没什么在吃饭的趣事，就是基本上自己都是在很苦的在吃饭，偶尔的趣事就是可能晚上实在受不了，就会悄悄点一点碳水吃一吃，就悄悄的。达成目标就是还要保持下去嘛，就还是不敢就是大吃，就是只有等结束之后，然后就是每天都可以想吃啥就吃啥。送给对于和你一样在吃草的朋友们一句加油打气的话。减脂真的是太辛苦了，我觉得做这件事情的人就是很有毅力的人，加油。